马来西亚的女生到底有多会唱，翻唱一首火一首，甚至啊连泰语也不在话下。最近这首泰国歌曲 I Like You 就被马来西亚女生 Belle 林慧翻唱火了，不仅小视频播放直破7亿，还掀起了翻唱挑战。甜美的嗓音加上标准的泰语，甚至让不少网友都以为他是个泰国人。但其实啊，林慧早在2020年就已经在小视频上翻唱了，是个地地道道的马来西亚人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9日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而马来西亚歌手乙慧更是不用多说，大马甜妹当之无愧。去年翻唱的一首《热爱105的你》，直接把这首3年前的广告歌重新带火。而他自己发行的《银河与星斗》《致你》等歌曲也在小视频上播放。不止泰语、中文、英语，甚至连日语、韩语也不在话下。这个马来西亚的小姐姐就靠着翻唱日语和韩语歌，在小视频上圈了近100万的粉丝。所以啊，马来西亚到底说什么语言啊？人美声甜，唱歌还这么好听，也怪不得大家都在怀疑马来西亚人均歌手水平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结束了，我是老郑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